今天就开门见山吧，分享料理的方式，介绍一只好锅，简易的食材和一只适合煎炒炖的铸铁锅。想要做出台菜的灵魂，这把锅子真的非常适合你，适合各式的炉具，非常的方便。锅子表面没有涂层，只要简单的热锅润油，就可以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，越养越不粘，更不用担心生锈。比一般铸铁锅减少 50% 的重量，日本自化防锈技术，12道工序手工铸造，锅子均都稳定，料理不容易烧焦，上色更均匀。平底圆弧的生炒锅型更适合煎炒炖，导热速度快，能让料理锅气十足，散布的热循环效果好，食材能均匀受热。高强蓄热特性可以维持料理温度，炖煮更入味。双层细胶锅盖贴合锅口，微压炖煮，把食材鲜美通通锁住。自化技术，锅体形成氮化铁、氧化铁防锈，洗净擦干，抹上一层食用油，轻松保养不麻烦。最适合入门的铸铁锅，善夫薄铸铁生炒锅。